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ウルトラー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对，其实你用这个电话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加我 LINE，我们就用 LINE 上面做联络哦。哦，好啊，再跟你约这样哈。那我先请教一下哈，那这次换它是换，会换什么东西？螺栓。螺栓跟铝圈，所以铝圈会长得不一样吗？铝圈就是一样的。哦，长得是一样的。对。OK， 那是它的那个。然后你还有一个帘幕气囊跟那个前面的摄影机的层次要更新，帘幕气囊要做修正。萤幕气囊。三项要做。哦，萤幕气囊要修正。帘幕。哦，帘幕哦，测气帘，气帘要修正。对对 对。所以是要换气帘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，他是做修正。好，修正。我会先检查，如果说那个需要修正，我会需要订货。但是如果一般两件正常的经验上市的话，那是不需要的。那我还是说先看到你的车，再跟你做回。好，然后你说前面的摄影机。对，它的是程式做更新，哦，更新，那是跟车的更新，那个跟车的程序。对对对，那是，哦，对。好，那还是我待会加一下，我们再看怎么约。反正就是用全载的过去就对了。对，我们会用全载 的方式把你车弄回来。那大约会是多久的时间呢？你让我先留下那个试，那个看看了多久。哦，所以还不知道。好，没关系，那就保持联络。好，那在用啊，因为他发出去的东西可能他说两天啊，可是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快一点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是不急，我是知道大概一下，大概知道一下而已。好，因为发出去的话，这三项做起来大概两天的。哦，你们发出去是说要两天就对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保持联络。他这个保，那个还有相关的一些注册费的问题，到时候肯定要给你签个赔偿金的资料。哦，好的，罚款过去给你。好，没关系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保持联络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BD 后叉来了，他说零件今天10月21号礼拜五，他说到货了，可以跟他约，他要用全载的拖车来拖回去，他说不能自己开去，这不能动啊，不敢动，不敢动。好，然后他说他这到时候拖回去，他说大概工时两天了，可是他说因为他们现在也刚开始正在做，所以其实他们也不敢预测说多久完工，因为他们还没有修正这些东西的经验。10月23号就满4个月了，一个月是多少钱？1500乘以30是吧？45000，领了4个月，4×5=20，4×4=16，哇，18000，哇，先处理起来了啊，180000先放起来，到时候我们看一下去哪里 happy 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接下来再看这个，他说有几样东西要换的，刚刚电话里面有讲了。侧气帘要修正，前面摄影机的软体要修正，然后会换轮栓跟轮框，但是他刚我问他嘛，他说轮框还是换跟原来的形式是一样，我本来以为会换帅一点的轮框，也没有，没关系啊，他可能I don't know OK 的。他刚刚有讲跟车要更新，对，他说前摄影机的程序要更新，所以搞不好就是我们有试到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吧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回厂再跟大家分享。怎样？召回。对，召回没？没行吗？好不好？你看，已经一层灰了。你看，哦，要死我！你看，哎呦，4个月，哎呦，怎么那么脏啊？哦，4个月有没有？哎呦，哇，我们还放在屋檐底下呢，蜘蛛丝呀！哇，哎呦，哇，不怕，我们终于召回了。好不好？那一天我们在拍外景的时候，马上接到电话，准备待会就请他们拖吊车来拖回去召回。那我想召回应该是不给拍的啦，那不给拍就不要抖啊。我真的觉得我觉得聪明一点要给我们拍，为什么？我们帮他宣传这么负责任，有没有？4个月，1500，然后4个月就多少？10几万、18万呢，对不对？我想中间有多少的人来留言说，哦，好棒哦，买到投资型的标的物，我都跟他说，我卖给你啊，钱给你领，都没有人敢领，哈，都没有人敢买啊。如果你呛我，我说那卖你4个月给你领，你要不要？我是不要了。为什么不要？因为没有160万，是这样吗？对，也是。我卖人家嘴炮，讲哦这么好的投资，安怎，有这车已经做较好啊，搁底下嫌啊，好你嘛，我都卖你，好你领，你搁唔敢？
裤子也较好诶，价值较好诶，对不？所以、哦、我真的觉得那你就不要在那边嘴炮一堆，对不对？要给你领，给你赚，你觉得好赚要给你赚，你又不敢赚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现在这一次就是回去，然后召回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这个，他之后才会给我们领支票补贴，这样我再跟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等完成啊，我想他是应该是不给拍了啦。好啦，那接下来就拖回去，然后跟大家分享后续，好吧？出力嘞。哎呀，耳听哈，四面眼观八方，深入敌阵营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很快哦，11:30来，哎、欸，拖走的嘛，3:30通知就好了。哇，3-4个小时就弄好了呢。对啊，所以还蛮快的啦。哦，那因为他这个过程不能拍摄嘛，只有阿呆去看了一下。对，我稍微看了。阿呆有拍到那个。零件，对，他这个轮栓换的比较粗比较长，加一个垫片。那因为这个轮栓又变长又变粗，所以这个轮框又要换新的才锁得进去。好、哦，然后更新前镜头的软体，然后呢有检查我们的侧面气帘，然后检查我们的是没有接触不良的，所以就没有处置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去领车了，啊，签一些文件。好，走。好，那拔起来吧。没有拔过啊，不一样、啊。哦，不是直接拔吗？我刚好直接拉一下，不是拉不起来了。他应该有，他有些会有断，应该会有停止扭。有啊、哦。应该会有一个停止。我怎么？没有，我车没有，我车没有。解锁就拔起来。你也没有拔过，所以不要乱拔。解锁就拔起来。好，干过的事情不要乱拔，要先好了，不要再一拔要坏掉就好，就尴尬了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啊。嗯。哎、欸，没洗耶，我很怕这集没什么爆点，没洗就是爆点。对，为什么不洗？为什么不洗？他们应该很清楚我们是重点吧？他们应该知道，对、啊。对他们知道是我们的车嘛？我不是要说我们很秋很厉害，还是说他要这个奉我们为上宾？我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只是我觉得说公司已经出包了，然后这已经是一个重点的出包客户了，你应该是要想办法让他没话讲才对吧？让他满意啊，高兴。没有，我自己做服务业，我是这样啦，你懂意思吗？嗯，客人已经回来客诉了，好，现在客人给你机会，好，回来给你弄这些东西啊，我没有可能不帮他洗车就把车给他嘛，我是不会啦，我在做管理者，我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。我只是觉得很纳闷呐，我不是说他一定得怎么做，我认真讲，我真的认真讲，好、哦，我只是单纯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的，不会被尿这样而已，就是、有点失望嘛，本来想说召回了，哎、欸，今天那个我觉得讲不好哎、欸，我想要再讲一遍，好吧，来，我这个已经讲3遍都讲不好，说160万的问题，我已经讲3遍了，我都讲不好，有多少人一直在呛我说？花160万有这么好一个投资标的物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一直不断的回他们说，你们快点来买，在第一个月、第二个月、第三个月，每个月都有人来留这种言哦，说啊，哇，你怎样买到一个这么好的投资标的物，还在嫌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认真讲，160万，我真的买一台20万的车，买8台，一台赚1成就是2万。我们平均一台车卖掉的速度，1到2个月，我们一台车一定会卖掉。所以4个月，我们至少这8台车赚16万，我们可以卖2轮，32万。哎、欸，阿呆，我就问你一个啦，我举个例，我今天就是忘记举这个例，我今天就是为了举这个例才再讲一次。阿呆，你开一间酒店。你要找8个长得普通很会玩的来，还是你要请一个美若天仙的放在橱窗那边只能看？8个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请8个会玩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给我一个美若天仙放在橱窗不能动，我有个屁用哦！这样比喻很贴切了吧？好，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是做生意的概念，那对我来讲就不是这样。所以我那时候哦，第一个月、第三个月，只要有人留这个言，我都说拜托，我原价卖你补助，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可以领多久。对不对？刚开始而已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你说，看我不贪财嘛，本钱拿回来能领多久都给你领，这样没有人敢买呢，奇怪，对不对？拼一下，你既然觉得是这么好的投资标的物，你花160万买回去，搞不好你看，像我现在放4个月，是不是18万多了？比台积电还好赚呢。你如果4个月前买台积电，到现在370块呢，哈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个。好不好？家族墓碑式的，我好怀念，好久没看到，我现在看到还是觉得很像一个，欸，有钱人才有办法围成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傻傻的，没钱就一个圈圈而已呢。
你知道这是好雅人望族才有法度处理这样，你是我们不能这样讲，我们这还要卖哦，现在可以卖了哦，不行啊，不是，这是好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代表说你以后也会有善终，不是啊？干怎么讲啊？在没有，这真的没什么了，这是好的东西，它不是一个很简陋的，你懂吗？啊，所以这是好的，就是说，代表这个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耶、yeah, ，他终于活过来了、欸。我本来想说我要开这个车一阵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开名爵了。对，我觉得我宁愿开名爵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阿丹，你话卷，讲话卷舌了。卷舌？我怎么觉得你卷，你舌头是比较短？我怎么觉得他没有卷不起来？我怎么觉得他卷不起来啊？来嘞，舌，对我卷不起来。你卷不起来啊？名爵好吗？那你完蛋了。你会不会处决？其实蛮好开的啦，就是顺畅咕噜咕噜啊，就是那个过坑洞这样晃，前后这样晃。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回来了，等一下充电了。召回还在、意外哦，侧面再多洗，我们就不要洗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这侧面灰尘不够啦。啊，这要写什么？文。是好的，好不好？这样，然后这边再写一个电车刹总署名。大家说我黑他们黑 Toyota， 我只是想回原厂充电啊，你跟我说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说我，然后说我想黑你。好，我现在回去召回车子，这样那么脏，引擎盖写一个大大的召回回去。好，我去牵车没洗。我要黑他，还是他在弄我啊？来来来来来，看我们来车头研究，来来来来来来。阿呆，你今天你是 B 那个 Toyota 的员工，回来召回这台车，回来召回完了，上面写的这两个字，一定都看得到吧？你该不会这些修车的都看不到这两个字吧？啊，你接待副厂长什么，你也要把车，你也会去关心吧？对啊，对啊，没错吧？那阿呆，我问你，你是刚刚我讲那些职位其中一个人，都不会觉得应该要洗一洗吗？我原本以为他会洗啊。我跟你讲，我原本也觉得会洗，应该会洗吧，冲冲而已，又没有叫你里面要吸尘还是要杀菌什么，外面冲冲洗洗而已啊。我每次都这么相信他，我也觉得高雄开得回来，我也相信他，我也觉得原厂可以充电，我也相信他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他轮框不会喷掉，我还是相信他，等了他四个月，到最后的最后，我还是相信他会洗车。阿呆，你真的觉得我真的很想弄他吗？没有啊。不是，我弄他干嘛啦？我今天问题怪，还有一个召回的召到底有没有手字旁？有手字旁就是这样召回嘛，来哦。啊，招就是文件，看小师长知识啊。最后的最后，还是要给你们一个知识点。好了，那这个我们的 BD4 叉召回器就到这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把它充饱电啊。车不能洗，要特别交代，我都不洗了，就这样一直维持这样。啊，上架也这样上？对，要上架哦。好，先一阵子啊，我在想说，先周围看看有没有人要买啊，不然看到影片有想要买的，私讯粉丝页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要怎么卖？它现在涨多少？七万，那我卖原价应该不为过吧？好啦，不要，我卖比原价便宜，我十八万拿出来贴，如何？我拿三万出来贴，好不好？啊，大概十五万，我们就等领了，我们就当做年终，对不对？我们卖个啊，再讲个155，我们买159，我们买160几耶，我要买161耶，对啊，他159.9嘛，啊，我们又包了一万多，我们买161多嘛，好啦，再说啦，反正应该卖，我觉得可以卖个150几吧，反正现在时机也不太好。股票一直跌，生意也不太好，我就十几万当做我的年终，带我老婆去吃好料的。好 ，Toyota 发年终给我，我就当做这样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下周见，来过去拍，当结束。啊，我的运气哇！マコト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、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。这车哈拉啥？啊，我今仔等伊进前，我才写一个召回。啊，等去召回，更加讲，你不爱洗车吗？有一条工要你写，无你洗掉。我那个阿呆甲我讲，无写无洗，我讲就了十几万啊，都无帮你洗。啊，我钱大把啦。对，我刚刚有想到这个答案。开钱啊！对啊，干那我钱花了，我还帮你洗车哦。哦，有可能嘛？今天有赚钱，那就帮你洗嘛。
无我感觉安尼伤含。哎、欸，你的人客出来登来客诉啊，出包你甲用好啊，啊车就垃圾的，你无甲说，你交伊，你安尼做吗？对啊，各叫各一届，你你啊，迄无堵车做规起来，甲讲对不起啊，你你啊签哦，那可怜，这生意那我安尼做的啦啊。我天哦！有啊，他换掉啊？没有换啊，盖子还是黑的啊。盖子没有换，里面换。换里面这个、哦？对啊，换里面这个。这个是新的。新的。我来讲啊，想说的是像哪样？其实不是头的，每这青胸雕饰，我觉得啦，啊，我怎么一个做个铝圈啊，做个盖子，那干脆做铁圈就好了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而且它原本铝圈蛮好看的、啊。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有些东西我是没办法理解的。Richview 元气健康枕，很奇怪耶，他这个车，我们刚好昨天才开名爵，有没有？他、啊、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车就是会有晕车感？边边坐车尾下面，哎，安内到底差的都？我那时候我研究半天是说这个停下来这个停下，嗯，对。可是我们刚刚其实没什么停，所以这个还不是完全的主因嘛，对不对？主因会不会是因为就是？那个弹跳跟晃动，就真的太像船晃来晃去。是它用料的味道，可是味道其实我闻起来觉得香香的呢，还是它是慢性的？对、啊，慢慢性的晕车味。可是就是我是觉得是晃起来啦，因为先前有没有我跟我老婆常坐 Uber， 有没有只要坐到 RAV4， 我跟我老婆都晕车。我老婆算已经算比我还不会晕车了。他坐我的车没晕过，所以我现在叫 Uber 有没有？我不叫 RAV4， 我宁愿叫 Camry， 至少车身比较低，对，至少车身比较低。我真的觉得，你看他这个左右这个晃，真的会晕车。我在那边看他换轮框的时候啊，隔壁有个 RAV4 的车主，他还是有电的，他也是跟我说他踩刹车也是会这样一下。那就充电吧，我觉得就是动能会充。哦，怎么会聊到那边去，聊那么深呢？你们是当做车主在交换心得啊？你去修车还可以交朋友，其他那样就跟我聊天啊。嗯，他问我说这个车开怎么开起来怎么样？哦，他问你这个电车哦，那、啊啊、你有跟他讲说你觉得会顿一下，然后他才讲他的也会这样。对啊，不是啊，我们那一篇这个666下面就有人说他的也会了啊，好像也是 RAV4 啊，好像油电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油电车也会啊，有人对不对？我记得我们那篇下面的留言就有人留啦，你看我现在慢慢现在黄灯，我要刹车，我尽量慢，尽量慢 ，soft。来了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，那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啦，反正没那么会晕车的人可以买啊。啊，不然换句我讲话好听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如果小 baby 在后面，是不是睡得很好？哦，哦嘞，我后边给你吐呢都袂歹啊，你讲讲。他以为是那个摇摇床。嗯，摇摇床诶，那后边哇吐啊，规个拢脸我看里面安怎，臭到要死。